那个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嘿，红橙黄绿蓝靛紫对啊，可以染颜色的嘞。我没对，染我还没过。看过。哎，欸，但它是是它用有，应该说它有很多种，不一样颜色的矿物粉做吗？出来的。哎，哦，有，你是说你想要做红色的吗？你说的哦，对。我看一下哦。我没有说要做什么颜色，你为什么想到红色啊？对啊，你为什么说要做红色？有啦，有红，别，好像有红石吧？看一下，听有红红石石斧做头出路。来的，还有恶魔啊，阿迪特，终极精华，极度金属，哦，这都听起来很牛逼，极度干燥。你很中二，有对。红水晶啊，红水晶应该比较好做吧？在矿坑里面不是很多水晶吗？那应该是那个吧？嗯，死了啊！那天逛到这边，也是被一个血量五哦十的，O A 扒一下，金，油桶石生油蜂吗？巢，对，带回去呀、就被我掏了一个洞，你为什么挖了一个洞？必须掏是一个洞。掏耳朵吗？掏耳洞。掏耳掏洞。掏耳洞，哎、欸，又晚上了，我要去找安德。啊，对啦，我们要交易中介珍珠啦。你那里有珍珠吗？没有啊。想要跟你要啊？我不会再找安德啊！可恶，没有安德啊！一闪的，有没有亮安晶晶？德，安德，晶晶，晶晶。芦笋汁，好喝。好久没听他唱歌了哦。哦，你那要个去晶唱晶歌？哦，对啊，是以前红石翻译组的那个晶晶。哎，这日什文么东翻译西的，啊？哦，等一下，哇，哇，要死不要死要是，死要死，估计要死。没事没可事恶没事，可恶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嗯，哦，好痛！你打人好痛啊，打人好痛啊！好像是你在打他吧？对啊，你要打是痛，好哦，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好痛好痛然后是你在打。哦，你好痛你好哦痛，哦，好痛，你好痛，你好痛！啪啪啪啪，正在打别人又一呢。只又一只又一你只。肚子又饿了吗？你肚子又痛了吗？等吃宵夜，等我关台啊！将，你听到怪怪我也的想声吃音？宵夜。没有啦，你刚刚声音怎么可能收我得武器到？升级了，太古动力核心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感觉很猛。太古太法古，典，你要打太古了吗？咚咚咚！咚咚咚不是啦，是古代的古啦，不是那个古啦。咚。哦哦哦哦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太古砖块。还有个木头，炼金，哦，我的那一个嘎树苗，我的背包又开始给我乱咚，移了，真棒！真棒！铁画面，表个窗，这里不妙，这里不妙，这里不妙，这里不太妙，不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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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妙妙，喵喵喵妙妙妙妙妙妙喵妙喵喵妙喵喵喵！等一喵喵下，喵！卡住我要了，叫数据卡叫住了。叫！数据卡住了，喵啊喵喵，阿吉叫叫叫，阿吉叫叫叫，你们死死了死了！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喵喵发喵，烧阿友，吉叫叫叫！一二二一二，阿吉叫叫喵！叫，哎，有叫防爆，叫，很好。有防爆了，有，因为那我我看要你让们。苦力炮不要爆。我那时候看你们爆的太惨了，我想说我就哦，好吧，开一个好了。防爆还行，不早点开，就看到有人很惨，就知道好开。开，要开不早点开，对吧？开疯了死，啦，不然要现在收起来吗？好，开，不，没武器啊，有没有安德啊？冰。啊，对了，嘿，我家楼上是个大平台，我要去上面找安德。哎，树叶上面可以插火把啊？啊，我不知道我不刚行把火吗？把插在树叶上可面以耶，我不哎，行为什么？要
直立的，侧面不行。哦，它跟玻璃的用插法一样。哎，泥土，我的沙子，沙子。这说，有人家离沙漠很近吗？我没有，没有。No?好吧，再过去一个，这样打掉会不见吗？不会，好。种子也太多了、哦，偷打我，会偷来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太古的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这太多了吧？我要准备做那个大熔炉。大熔炉。啊！种子就一箱了，这箱这什么怪种子一堆啊！你也知道、哦，哇，原来这棵是酸亚树哦，酸亚树，那我要留着这棵，拍影片用吗？等一下，那你跟我讲按右键就可以吃了、啊，就可以拿下来了，对吧、啊？想说这个已经在这边很久，也是很漂亮的。哦、oh, ，你怎么没有把它踩下来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敢乱来。嗯哼，以后你就可以吃酸亚了。真的？酸亚？酸亚？就有一个稿子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团团在我家附近挖了矿，有啊，他们有讲啊，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耶、欸啊，就不知道那点在哪。不好意思，哎呀，酸呀，酸呀！哎，我挖上来了，酸呀！等一下，不对，我挖到另外一边的墙壁外面了，这山也太高了吧！我有一个 Ender Lily 可以种出终极珍珠，哦。可是那要种很久，啊、哦，种很久，嗯，可以先种着啊，要怎么种啊？它种在中介石上面，啊、哦，那首先你要先到中介，对，反正好像在讲干话，这本书可以让你练成那个武功大法。可是要练先练十年，找不到哎、欸，你在找什么啊？要找一个稿子，稿子？对，他什么？他可以调速度的，调速度，调速度，对，可以调。哎、欸，我调安德的声音，打安德，他可以调速度，可快可慢，可快可慢。哦，可硬可软，哈？哦哈？对，真的啦。它可以敲很硬的东西，也可以改成不可以敲很硬的东西。啊？哦，就它可以调速度，对对对。所以你有这个需求对不对？我想要一把那个。哦、你要几段变速啊？几段变速？它可以四段变速。哦。哦。原来是变速。稿啊，对，变速稿，嗯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做。哦、等一下，感觉是哈基的东西啊，哈，稿子那个啊，钻头吧，还是什么吗？钻头，对啊，工业的。啊！我死掉了，活下来，活下来，活下来，破碎的皮带，我活下来了，妈，我活下来了。皮带可以直接分解。杰克说 ：“M E K 粘土 ，M E K 是啥 ？M E K M E K E K E K 很后期的东西吗？真的假的？感觉是很强的工具啊！听你这样讲，又来了。那个这个工具非常强，你要先收集材料，大概十年。听你这样讲，就感觉是很厉害的工具、啊哦。我找看看。哦哦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昨天是对不起，今天是谢谢。明天再来。
今天欢迎光临。有安德哎、欸，来，我们来吃水果好，吃到饱。呀，水果，加水果啦！这个是什么？是梨？我想瓜？哎、欸，我看到柠檬，是不是？什么东西在上山？这个吗？酸呀！开了。酸呀！哎、欸，他如果拿了叶子上面的水果之后，它会再长吗？会。哦，那个是会再长的。好。哎、欸，你只要不要打掉就行了。哦，可以随便种，但种在中介时比较快。嗯，没有，他说中介那个吧，对吧、啊？就那个那弟弟啊，啊，来种啊，好、哦。安安，我来找那个、那个可硬可软的高枝，你还是可以练成。可硬可软，对，可硬可软。小雷，真的，安德弟弟，我种在弟弟，行啊。莉莉，不行啊！莉莉呀，好，种在外面泥土上好了。好、哦，垂直的输送带，好酷哦！垂直输送带，垂直的，垂直，只能是运送垂直，是垂直吗？垂直啊，垂直，还是共直呀、啊？直，究竟是垂直还是垂直？到底是龙要放哪里啊？好纠结、哦。好像是 MEK 对 ，MEK，EK，K。来湖中女神，再送给你。搞。是啊，撕包超不像粉末。哦，这个，它叫原子分解机。原子分解机。好，它看起来超难做。就你这样讲这样子，感觉很难的东西啊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冶金灌注机啊！我的妈！跟你讲啊，你不用先思考那种很方便的工具啦，一开始绝对弄不出来啦。可恶！先叫你先玩，你要玩那个做什么、啊？做什么那个、啊？前期而已。哎、欸，就是那种。我也是卡住了、欸，我接下来是要做炉子。很正常啊，听可就是。听可本来就是要先做炉子出来啊，嗯，要先找粘土，粘土我找完了，把那边沙子掏空好了。我缺岩浆桶啊，往下挖。我这里有岩浆壶，要不要啊？想啊，来呀、啊。三乘三嘛，我记得好像啊，可以一乘一。对，一乘一好了。因为新版的，我们是新版的 Tinker， 所以可以用一乘一。嗯，我有看云月的影片，15分钟只花了3分钟。对，我直接就是看什么片直接跳到中间去看重点的东西。所以你是说中间八格了、欸？外面八格，中间一格这样子、啊？对，空一格。没有，中间就一格，然后外面就围包着一圈。对，叫八格嘛？对，八格。没有，你不用八格啊，五格吧？你只要底下一格，然后。东西南北各一个，哎、欸，东西南北各一个、哦，这样就行了。嗯、控制器一个就够了、哦。你控制器还要加那个放岩浆的那个桶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黑胶砖不是控制器，不然我做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做什么。我做一堆控制器干嘛？可以回收吗？多想控制，可以回收吗？你可以送给别人，好吧？你们谁要啊？我要一个，没关系啊，我要一个。那这个不是可以唯一一样照样可以运算吗？它只会侦测到一个控制器而已。对啊，没关系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还是可以唯用啦。哦、对啊，我不确定它，我不确定它可不可以用，你可以装看看。是粘土吧？啊，对。接收啊。啊 ，TPA， 哦嗨。啊，这里是哪里？你怎么那么吵？怎么那么吵？你怎么那么……给你啊，给你。哦，感谢。我又找到钻石了，一定努力大了。我又找到钻石了，又是diamond啊！好啦，发送。哎哎，
我想要先有哦，有了，我找到青金石了，我就是要找你啊，找你找的好辛苦。你这边好像没来过，好，对，我这边蛮远的。好，我来偷拔这个回家。没关系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跟那边有，你可以三个都踩一下。这边有猪哎、欸，有啊，不怕死、哦，所以我才说猪会不会打人啊？我可以帮你摸一下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你就跟他摸一下，打招呼。不要不要不要摸，不要摸，他会拿斧头找你。帮你摸个。